兄弟们来店里了，记得来 King Spa 按摩，性 SPA。 谷歌地图没可以收到啊，这个地址一告诉司机这里都知道，这个胡同里啊可以进来车。哦，没人呢，没有人，可能有客人。哦，广角整起来啊，弄起来，干起来啊，去里边看看是不是有客人。嗯，没客人，没有男人的心。你们有时候来了看着这里要没人的话，然后你们就可以在外边等，或者来这里找，应该是有客人。现在技师少啊，这是门是拉的。哎呦，这是谁？冰冰还挺会享受啊。嗯嗯，什么？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好，很好很好。店里没有客人，然后冰冰就捧场，冰冰洗头也给钱啊。没有。你没有什么？没有的。你洗头也要给钱啊 ？OK。嗯 ，OK。我。嗯，哎呀，好吗？他洗的好吗？好，好，我帮你洗啊。好。你为什么？我洗更好。真的。真的。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好了，不打扰你们了，我走了，走了。拜拜。兄弟们，国王酒一定要喝，赶快喝，现在准备从国内生产了，然后纯柬埔寨的，以后有可能就是很难喝到了啊。国内生产有可能就是用高粱的，赶快弄，赶快整，然后以后还有一些很多库存就是只给老客户买过的酒的老客户留着，新客户就都给发新款酒了，到时候。然后腰椎颈椎风湿尿酸，舒筋活血通络，疏通每个经络，老二都能疏通到，想干杠杠的，不想干跟没喝一样，弄就得了。真正柬埔寨新闻部、外交部、内政部、旅游部、卫生部，洪大爷都在喝的，国王都在喝的，真正牛逼，真正的棒，喝了真正让你浪。男人活着就为了那点鸡巴事，男人最贵的一疙瘩肉。不能出国骑帝王玉、国王玉、泰玉，可以喝一喝柬埔寨国王在喝的国王酒。哎，整起来就让你红光满面，桃花财运都有。男人阴气沉沉，桃花财运全躲着你，红光满面，桃花财运全围绕着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最低喝半瓶，可以喝一瓶、两瓶、三瓶，根据你酒量，根据你条件，毕竟不便宜啊。弄起来，记住九哥淘宝店铺搜索九哥财神酒。冰冰啊，我帮你啊，要不要？嗯，不要。哎呀，自己在这咔咔一顿吹。冷吗你？一会儿帮我洗头。帮我洗头。我。嗯。真的。真的。有客人怕什么？里边有客人啊。冰冰今天这个小衣服啊，红色的，什么给我买的？你我的啊？什么打开看看？我想小短裤。哎，一走路从侧面能干啥着。凉。嗯，打开吧。坏了你要拿钱啊。我说你那样坏了你要拿钱。哎呀，
冰冰这个表情，什么东西？看看。哎呀，这两天又有点胖了，这两天又喝了，没连上了，喝的我。哎呀，然后今天来店里了，看冰冰，冰冰穿的一身大红衣服。嗯，还可以吧？可以。可以。嗯，还算是行。今天冰冰没有化妆啊？昨天几点睡？有化妆吗？你眉毛长一点好看，更像李冰冰。嗯，几点睡的昨天？八一睡。疯了。可以，嗯，对吧？就昨天我睡那个冷很多，然后这鼻子不通气儿了，买点药。这个是嗓子痒喷的，这个是越南很有名的喷的。不好了我。消灾。我来，没有事，就喷的这个。嗯。然后就不咳嗽了。嗯。哎，我看他也没有病过，我认识他半年多，从来没病过。嗯，没事。为什么你不病？我病给你吧。哎，我病给你了，然后我就好了。你这个，病跟我没沾上病。你需要有人照顾你。啊，没有啊，没有啊。有。没有啊。有。没事，我没事的，没事，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我觉得你一个人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他说我一个人不健康？病như vậy rồi ai chăm sóc bạn？你病得这么厉害，谁来照顾你？就是小伤风感冒，没事，只是伤风感冒。chỉ là cảm lạnh thôi。nhưng mà vẫn cần ở một người ở bên cạnh。但你仍然需要有人在你身边。我正在寻找。都在寻找。哦。bạn đang tìm cái gì? tìm kiếm người như thế nào? 你在找什么？找什么样的人？找一个照顾我的人，像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找了很久了，找不到，没有。有。哪里有？哎呀，真的是不舒服。有。哪里有？这里哪里？这里。哪里？这里哪里？这里。你。嗯，我可以。哎呀。可以。怎么我又脸红了，害羞了？你可以。嗯。不懂。你不喜欢。不懂你说什么。你不喜欢。我不懂你说什么。我可以。可以什么？我可以照顾你。不可以。nếu mà tôi có thể làm bạn gái bạn thì tôi sẽ chăm sóc bạn mỗi ngày。如果我能做你的女朋友，我会每天照顾你。不，啊，啊，哎呀。这太突然了，这给我整的不好意思了。你看我脸红吗？为什么？不会了。你是认真的吗？
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妹妹。Em luôn coi anh như một người chị tốt. Ai ạ. 因为你太优秀了。Bởi vì bạn quá tốt. Và niên linh lại bị 你大这么多。大tuổi lại lớn hơn người nhiều như vậy. 别关系，我都老了。我又不是帅哥。都很伟大吗？我不管。我又没有钱。我没有钱。多个钱都想对白。我有钱养你。我。哎呀，哎呀，我感动的流泪了。我有很多缺点。tôi có rất nhiều thiếu sót. 喜欢看美女。thích nhìn người đẹp. 喜欢喝酒。thích uống rượu. không sao đâu, tôi chịu được hết mà. 没关系，我能忍受。我还这么胖。哎呀，这太突然了吧！这太突然了。嗯。你觉得我哪里好？公寓都多到的。阿达公多。到处都是好东西。哎呦。到处都是好东西，叔。这种情况太突然了，真的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而且你还在上学。你现在要专心上学。我可以。tôi có thể làm hai việc một lần. 我可以一次做两件事。No no no. 你父母知道我们在一起会打死你的。不。cha mẹ người biết chúng ta ở bên nhau sẽ đánh chết người. 不。而且我也喜欢旅游，你也没有时间和我去旅游，去中国。hơn nữa tôi cũng thích đi du lịch, bạn cũng không có thời gian đi du lịch.我看每次你爸爸妈妈来电话，你都很害怕。我觉得你很害怕父母。我性格很不好。哎呀。tôi học xong thì tôi sẽ đi du lịch cùng bạn.我下了课就跟你一起去旅行。哎呦，不知道说什么呢。你这么漂亮、单纯、可爱，会遇到更好的。người đẹp như vậy, đơn thuần đáng yêu sẽ gặp được tốt hơn. Ni hao ma.你这太突然了，我不知道你是认真的还是和我开玩笑。真的。你让我考虑几天。太突然了。我怕我们不好，有的时候朋友都做不上。所以，我和你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如果和你在一起分手了，连朋友都做不了，妹妹都做不了。nếu chia tay với bạn, ngay
cả bạn bè cũng không làm được, em gái cũng không làm được. À, tôi tưởng là bạn thích tôi đợi bạn nói thích tôi lâu lắm rồi nhưng mà bạn không nói. Ừ, 我以为你喜欢我，我等你说喜欢我已经很久了，但是你没有说。cho nên là hôm nay tôi nói với bạn luôn.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这太突然了吧。你也好好想一想，我也考虑几天，好吧？嗯。因为你还是个小孩儿。嗯。以后走向社会会有更大的诱惑。只是现在你还没有接触到。现在你还不懂攀比。什么都不懂。哎呀，好了，不说了，你们评论区见吧。嗯，怎么办？说说你们的想法。完，我跟冰冰也认识半年了，这种情况，我真的是。怎么办？你们说吧，评论区见，好吧？啊，拜拜拜拜拜拜，我也会好好考虑考虑。